那各位同学，现在就开始上课喽。那我们就一样，就是第六章的作业系统。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47页分页记忆体管理法。那传统的记忆体管理法的要求就是，程式载入记忆体时必须载入连续的记忆体空间。什么叫连续记忆体空间呢？就是它的记忆体位置是连续的、递增的。譬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都载入这个程式。那但实际的记忆体空间呢，经过一段的时间使用后，可用空间往往会变得支离破碎。这是为什么会变得支离破碎呢？是因为如果你载入的那个程式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执行完之后，你要归还那个记忆体给系统。那你归还记忆体给系统，譬如说，你归还之后，然后那个空间我们还记得吧？就是它还是有括号那个空间，然后它会被标示可用。那这样子的话，一个空间，譬如说30K 好了。然后30K，然后40K。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它要利用一个叫做合并的方式，然后变成70K。那如果是支离破碎的话，那就譬如说，要就是可能要回去看之前的投影片。譬如 A、B、C，A 30K，B 40K，C 50K。那如果 A 跟 C 被释放了，那如果没有用压紧法的方法去整理记忆体的话，那个A 就还是只有30K 的可用空间，然后呢 C 就是50K 的可用空间。那这样子的状态，它就是没办法连续的70K 的可用空间，所以这就是会产生支离破碎的原因。如果程式码较大，就不容易找到一个足够大的连续可用空间供该程式使用。那正好这就是呼应了刚刚所讲的那个范例。如果那个程式码较大的话，那你没有用那个压紧法把那个记忆体空间呢70K 整理出来的话，那这个程式码如果是70K 的话，那它就不容易找到一个足够大的连续可用记忆体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允许程式载入主记忆体时，可以不必占用连续记忆体的空间，就变成一个很务实的需求。这个部分就是分页记忆体管理法，便是为了解决此问题而被提出的记忆体管理法。分页记忆体管理法允许程式在记忆体中占用的记忆体位置可不连续。那可以这样子理解啦，就是譬如说有一张表，然后它是一个分页表，然后呢在记忆体里面呢，它有一些容量，但是每一个记忆体都有一个位置嘛。然后呢，譬如说那个 A 程式，你可以把它拆成
A1 然后 A2 A3 那如就是在那个组合语言里面呢、啊、有一个叫做程式执行叫做 PC 的一个暂存器，它就是为了指向下一个下一个程式码的位置。那你用这样子来思考，就是你载入记忆体之后，然后呢这里譬如说有个分页表，然后它的页就是它的索引，然后呢对应的内容则为页框的编号。那这样子 A1 A2 A3 呢，它就可以分别存在不同的记忆体的空间中。但是呢程式如果要 CPU 要执行的时候，只要透过这张表，然后它便可取得这个完整的程式。这样就是等于把那个 A1 A2 A3 呢组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程式。这样这里呢就是分段记忆体管理办法。就使用者观点而言呢，程式是由一些大小不固定的区段所组成。分段记忆体管理法的做法便是依程式的逻辑观点来配置记忆体空间使用。配置给程式的区段不需占据连续的记忆体空间。然后这里呢有一张表格叫做分页与分段记忆体管理法的差异表。分页表分页法的话呢，它不是使用者观点，然后它切割的大小是固定的。那既然是固定，那所以就会有内部碎裂的问题。因为呢那个固定的大小不一定能够符合那个未来的程式容量的大小。譬如说一样举之前的例子，固定的大小就是 2K， 然后呢你载入的程式呢是 1K， 所以你有 1K 的就是资源是没被使用，这样子就叫做内部碎裂。那分段法就是用使用者观点哦，因为它的切割大小是不固定的，然后呢这个程式是第一条，这个程式是由一些大小不固定的区段所组成，所以因而它就不会有内部碎裂的问题，然后但是它会有外部碎裂的问题。传统记忆管理的这个周期又是跟刚刚完全一样啦。传统记忆体管理法的要求就是程式执行时应将程式码完整的载入记忆体，这是刚刚有讲过的。但是呢事实上大部分程式执行的过程中并不会真正的从头到尾都被执行过，这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如果我们呢有if的逻辑，就是有两条岔路，然后一条岔路是是，一条岔路是否。那程式在执行的时候呢，不一定会
是跟否都会执行过，要看当时的情况，也许他只有一条路被执行过，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在那个做软体测试的时候，我们做软体测试的时候呢，必须要把那个是跟否这两条路呢全部都测试过。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到软体测试的时候呢，有机会再跟各位讲。那在这里的话呢，可以理解成这个样子。因此呢，允许程式执行时，可以不必将整个程式码完整的载入记忆体中，变成为一个很务实的需求。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虚拟记忆体管理法便是为了解决此问题而被提出的一个记忆体管理法。虚拟记忆体管理法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程式能在小的实际记忆体空间中执行。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呢？好，那接下来就下一页50页，因为我们接下来投影片呢，就是会比较少，所以可能就会讲的比较就是比较快一点这样。那现在是50页咯，需求分页系统虚拟记忆体管理法的实作利用了需求分页系统的观念。需求分页系统的处理原则呢有两点，程式执行前储存在辅助记忆体中。还记得我们在之前所看到的那张图表，就是记忆体的那个就是CP 值的那张图表。那个辅助记忆体呢，有硬碟、光碟、什么记忆卡那一类的。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应该是以 PC 来看，但是呢有一些嵌入式系统，例如那个树莓派，它的那个辅助记忆体是 SD 卡。那各位可以去天龙书局，然后点选电子装置，然后来看一下那个树莓派。那这是另外的补充。接下来就是程式的各分页仅在执行时需要的时候才会将该分页载入到主记忆体，也就是不必将各程式载入主记忆体中执行。这样子来说的话呢，就是呼应就是前面的那个方法，它不必将完整的程式呢载入到那个主记忆体，那它只要载入到它需要执行的程式，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接下来是51页，分页错误。若采用虚拟记忆体管理法，有可能下一个要执行的程式分页不在主记忆体中，这代表产生了分页错误。分页错误发生时的处理步骤如下：当预存取的分页不在主记忆体中时，发出分页错误的中断，然后呢，将 CPU 的控制权转移给中断处理程式。作业系统检查此存取动作是否合法，
若合法，则寻找该分页在辅助记忆体中的位置，但若不合法，则停止该程式执行的动作。在主记忆体中呢，寻找一个可用的页框，将分页由辅助记忆体载入页框中，修改分页表的内容，重新执行产生分页错误的叙述。这个部分呢，分页错误时，就是处理的步骤是如下嘛，就是刚刚所念的那些地方。可是我们要先了解的是分页错误是怎么样一个错误，然后再来去了解说，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就是去等我先看一下第几页哦。就是下一页，分页取代。当程式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分页错误事件，此时系统若有可用的页框，则可直接将分页由辅助记忆体中载入记忆体内，但若没有可用的页框，就必须执行分页取代的动作。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看到有三种演算法。这三种演算法呢，分别是先进先出取代法、最佳取代法、最近最久未用取代法。这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接着看，就是理想的分页取代演算法可降低分页失败的几率。为了评估各种分页取代演算法的效率，经常使用所谓的参考字串与页框数目来作为分析的依据。就是为什么老师就是一直就是这几页都是用念的呢？是因为必须要一直念到就是可以计算的时候，才会在各位同学才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也许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看一下这几页，那各位同学就应该对这个会更有体会这样。这个就是常见的分页取代演算法。常见的分页取代演算法有以下三种，就是刚刚念的先进先出取代法、最佳取代法、最近最久未用取代法。我们现在看到54页了，就是分页取代演算法的范例。假设有一个程式的分页参考字串如下，453245145321。好，这个就是准备呢载入这个页框的这个参考字串。那如此程式可使用三个页框，则当采用下列三种分页取代法时，个别将产生多少次分页错误？好，我先跟各位讲，就是这个图怎么看呢？这个图就是说，蓝色的部分有框框的部分，那就是代表分页错误。那怎么错的？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那如果呢，
它是空白的，上面有编号的，就是参考自串的，这个就是没有错误。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先进先出取代法，我们可以算一下哦，有多少个蓝色的框框呢？有1、2、3、4、5、6、7、8、9。所以呢，在这一个案例中，它有9次的分页错误。好，那我们先从执行前来开始看。执行前是不是空的？三个蓝色的正方形框框都是空的。然后呢，现在第一个就是4是不是载入到第一个框框？这第一个框框填上4，那为什么它是错的？因为它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所以呢，空的资料就是不等于那个4，所以呢，这一个蓝色框框呢，就是它标示的就是分页错误。那好，那接下来就是5喽。5的部分呢，它载入到第二格框框。第二个框框载入进来之后就是4跟5嘛，但是5呢就是一开始对应前面第一格它也是空的，所以空的呢对那个5是 不等没有等号的，所以说它也是分页错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3呢，它之前面也是空的，然后呢，所以空的对3也是不等于。那接下来就是再往上来看了，就是2载入的时候呢，它载入到就是4的位置嘛，所以那个4跟2是不等于的，所以就是分页错误。然后接下来再下一格就是4载入到5的位置，然后呢5跟4又是不相等的，所以呢这个分页错误。然后接下来就是5咯，2、4、5，然后跟3的位置呢是不相等的，所以呢那它就是算分页错误。接下来呢就是1咯，1载入到第一个框框，它对应的是2，它原来的是2，所以呢2跟1又是不相等的，所以又是分页错误。好，接下来就是载入4是不是要载入到它对应的第二格，它原本就是4，所以4等于4，那这样子来计算的话呢，它就没有分页错误，因为它找到它要的资料。那接下来就是5咯，最后一格第三格就是5，那5呢跟5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载入到，他就得到了他要的正确资料，所以这里就没有分页错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记得1、4、5，然后就在对应的最后是载入3嘛，3载入到第二格，它对应的原来的是4，然后呢3跟4呢是没有相等的，所以它也是分页错误。好，1、2、3、5呢，然后它接下来载入的是2，然后5跟2呢又是不相等的，
所以它又是分页错误。这样讲，各位同学有没有还不理解的呢？各位同学真的就是对这个计算就是都能够理解吗？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页咯。好，那接下来就是最佳取代法，就是55页咯。分配给程式的三个页框，在程式的执行前后，配置给分页使用的情形如下图。那一样，就是蓝色的框框呢，就是分页错误。然后呢，那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没有分页错误。那个一开始呢，执行前就是三个空白的框框。那一样载入四跟没有的框框是不相等的，所以四就是分页错误，因为程式没有找到正确的那个资料，就是所以说就是分页错误。然后接下来就是载入五咯，五跟前面没有的资料，所以不等于，然后它又是分页错误。接下来呢，载入三呢，跟前面的那个没有资料的部分呢，就是不相等，所以三也是那个分页错误。那现在呢，载入二呢，载入到三的位置，所以呢，三跟二也是不相等，那因此就是分页错误。然后呢，接下来是载入四嘛，四在452，所以呢，四等于四，那他就找到了他要的资料。然后呢，他这里就是分页正确，所以是空白的。那接下来就是五咯。452，那5呢在第二格，所以呢他也找到了他要的资料，所以他也是空白的。那接下来就是452，接下来就是要载入1咯。1载入到2的位置，2不等于1，所以1就是分页错误。接下来就是其实是以此类推啦，就是451，然后4载进来有那框框内有4的话呢，那它就是没有分页错误。然后下一个就是5咯，5然后载入进来，然后就是没有分页错误，因为它找到5。那遇到3的话呢，451里面没有3嘛，那所以呢它就分页错误。那接下来351里面要载入2，没有2嘛，然后它就分页错误。然后251呢，
然后要载入一，它里面有一，对不对？所以它就没有分页错误。好，接下来呢是最近最久未用取代法。分配给程式的三个页框在程式执行前后配置如下图。那我们这里来看哦，它有几个框框，1、2、3、4、5、6、7、8、9、10，所以它有10个分页错误。然后呢，执行前呢，它也是空白的，然后它载入4，然后4跟空白的是找不到的，不相等的，所以它就分页错误。其实这一个都是类似的这样的算法。5的部分呢，就是也是对空的，所以就分页错误。那3的部分也是对空的，所以它就分页错误。那2呢，在之前没有2，所以它就是分页错误。那4呢，在之前没有4，它就是分页错误。那5呢，在之前没有5，所以它也是分页错误。那到这里145的时候呢，它载入4的时候它有4，所以没有分页错误。到5的时候它载入5，所以它就没有分页错误。那后面321呢，就是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当作练习计算看看，因为这是不会太难的，所以说只是在框框里面找数字而已。然后如果有相等的，那就是没有分页错误；如果没有相等的，就是有分页错误。现在接下来讲的是BLADY 的异常现象。一般来说，若配置给程序的页框数量增多时，因会使得分页错误的次数下降。若在某种情况下呢，增加程序配置的页框数量，反而会造成分页错误的频率增加。而这个现象呢，就是所谓的 BLAD 的异常现象。那下面一句其实是呼应着上面第二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再晚一点再来解释。接下来是程序管理。程序是指正在执行过程中的程式。程式与程序其实是同一实体，它们之间的差异呢，为程式是静态的程式码，而程序呢，则是动态的执行动作。程序的状态呢，有ready、running、waiting 三种可能。这意思呢，就是准备好了，然后或者是正在执行，或者等待。然后我们看这张表好了。当一个程式处于辅助记忆体中，它会透过工作排程器，
就是他要执行嘛，他就必须要载入起来，然后再透过工作排程器去安排，他要怎么去执行。那接下来呢，他载入进来之后，载入到记忆体之后呢，就变成从那个程式名称从程式转成程序，要这样来看。到了程序的状态呢，就是有上面的三种，所以呢，有所谓的 ready 就是预备了，然后呢，再经过程序排程器，然后安排它去执行，所以它就有个箭头画到running 就是执行。当然呢，这里一定会有正常或不正常结束。所以呢，如果它不正常结束，它就有个箭头就画到终止。好，接下来如果它能正常执行呢，那它就会等到那个等候事件发生或等候输出入装置的使用权，就是如果它有需求的话。那如果呢，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时间配额的话，它当它的时间配额用完的话，那它就会回到ready 就是重新等待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等待状态，就是 waiting 的这个等待状态，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事件已发生或已取得输入装置使用权之后，它就会回到那个准备好 ready 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程序的状态。如同上一个图片上面所描述的一样，只是我们现在把它转换成文字的叙述。那在 ready 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动作是什么，就是程序载入至主记忆体中。那接下来就是若系统分配给 CPU 给此程序使用，该程序即可开始执行。因为 CPU 它本来就是执行程序的，按照那个机械码去运作的，所以这个程序呢，如果载入到那个相对应的 CPU 的那个譬如说暂存器填满了之后呢， CPU 就可以开始依照这个暂存器的值然后来做运算。处于本状态的程序，下一阶段执行动作所需的资源，除了 CPU 之外，其他资源均已备妥，就是 ready 这样。然后接下来是执行，就是 running， 它的意思就是程序目前正在利用 CPU 执行程式段。所以呢，这个只是说代表说它在开始在依照那个暂存去依照程式码然后去执行的程式这样。那接下来呢 ，waiting 的部分呢，就是等待咯。处于本状态的程序呢，下一阶段执行动作所需的资源，除了 CPU 使用权未取得外，尚有其他资源未取得，譬如下一批执行时所需要的资源，就所需要的资料尚未输入完毕。还有就是即将
即使将 CPU 使用权分配给此类程序，也无法马上开始执行。这可能就是说，关于就是有 I/O 动作必须要等待的时候呢，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或者是那个 CPU 呢使用权未取得，那既然没有 CPU 的使用权，那所以它也就必须要等待。好，接下来就是下一页了。59页，程序的工作模式。实现部分呢，代表 CPU blast time。而虚线的部分则是代表 I/O blast time， 就是一种就是一种 CPU 在运作的一个时间代表吧。然后呢，CPU 这个时间呢是指程序执行的过程中纯粹 CPU的期间，也就是程序拥有 CPU 的使用权的期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程序呢，它在 CPU 上的执行的这段期间，可以这样理解。那还有接下来就是 I/O 的部分哦，则指程序执行的过程中纯粹使用输出入设备的期间，也就是程序执行输出入动作的期间。这部分就是指在做 I/O 动作的这段期间这样。然后 CPU 呢，CPU bound process 是指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大部分是利用 CPU 来执行程式。然后呢 ，I/O 的 bounding process 是指程序执行过程中，大部分是利用输出入设备来处理资料。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下面这张图。然后 CPU 在执行的时候呢，它是实线的嘛，然后虚线是代表那个 I/O 的部分。这里在这个在第一行呢就有说明清楚。但相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 I/O 的，它就有什么或嘛，或 I/O 的部分这样。那在第一行就是已经有说明实线的部分跟虚线的部分呢，是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好，现在程序的工作模式二，就是现今的作业系统呢，多是采用多程式系统。Multi-programming system 的架构呢，因此系统中同时会有多个程序彼此轮流执行。程序由进入系统到离开系统为止，一般来说会经历刚刚我们说的 CPU 的跟 I/O 的那个时间交替的状态。因为其实 I/O 也包含就是磁碟的存取啦。那因此呢，如何安排 CPU 的使用权变成了影响系统效能的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就
继续下一页看一下是怎么样去影响到这个效能。程序的工作模式呢？三，程序在系统中呢载入主机体的那一刻起，直到程序完成执行的工作离开系统为止，绝大部分会在程序会在那个 ready、running 及 waiting 这个三种状态中切换，绝不是程序一进入系统中马上就进入 running 的状态，然后一气呵成执行结束离开系统。这个意思就是说，除非你的那个程式码非常的短，但是如果经过呢 CPU 解码的话，通常是这样子的。譬如说，你要做在组合语言，你要做，我不知道用组合语言暂存器的这个解释，不知道各位同学能不能理解，但是我就先试试看好了。譬如说有个暂存器 A， 有个暂存器 B， 然后呢，我们呢要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那譬如说一加一好了，那 A 必须要先等于一，然后接下来下一步 B 也要等于一，然后最后再执行那个 A 加 B 的计算，就是我们之前教过的那个加法器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机械码的动作加起来之后呢，还要把这个结果搬到最后一个什么呢？储存结果的一个暂存器，这样。好，那我们这样来看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程式嘛。那接下来就是程式在载入，是不是要把这一段程式码 A、B、C 搬移跟那个加法器的计算，然后再加上那个结果的暂存器，这一段的程式码先放到记忆体上，然后变成 ready 的状态。然后所以呢，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 running 的状态呢？那进入到 running 的状态，它就会开始做搬移那个暂存器的动作。譬如说，它就把一搬到 A， 然后把一搬到 B， 那就是执行。然后还有加法器的计算，然后最后再把结果呢搬回到那个结果暂存器。所以这个范例中呢，如果硬要说加上 waiting 的状态的话，那就是要把这个结果透过印表机印出来，那在列印的过程中它就会进入到 waiting 的状态。那这样讲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好，因此程序在系统中完成执行动作的过程中会有状态变迁的情况发生，就是在这三个状态中切换。首先呢，透过工作排程器将处于辅助记忆体的中的程式呢载入主记忆体中，通常这个动作会一次将多个程式载入，达到 multiprogramming 的之目的。这些被载入的主记忆体中的程式呢，此时已经变成为程序咯。所以记得，就是程式的载入到记忆体后，那它就改名字叫做程序了。
而且基本上呢，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将状态改变为 ready，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案咯。程式处于记忆体中是一个圈圈，然后他画一个箭头过来到 ready， 中间呢这个箭头上面写的工作排程器，所以程式到 ready 它的名字就变了，叫做程序。然后由程序排程器呢，依据某种排程规则，由 ready 呢状态中的多个程序中挑选出一个优胜者进入 running 的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不是一个优先权是排程的演算法呢？我们举例来说好了，我们从那个Windows 它有一个工作管理员，那工作管理员里面呢，它就有那个优先权的设定，那你就可以从优先权设定知道哪一个程式呢在程序排程器中它会排到比较高优先执行的位置，所以它从 ready 呢到程序排程器的部分呢就是 running。这会不会有点复杂呢？基本上这只是一个观念，就是程式工作排程器，然后就更名为程序这样。然后接下来是 running 状态咯，在 running 状态中的程序利用 CPU 执行时，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会发生。第一个，正常或不正常结束，离开系统，进入一个状态这样，终止的状态。那我们这下面有这个图案啊，那这个图案各位可以搭配着看。时间配额用完，它有一个箭头从 running 直到 ready， 只有采用循环型排程法的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经分配给程序的时间配额用完了，程序会再次回到 ready 的状态，等候分配下一次的 CPU 使用权。这个部分呢，就是指说，在 running 的程式片段，然后呢，这一个时间片段呢，它会执行，比如说 T 时间。它就在执行，等那个执行时间大于 T 时间的时候，那就代表它的时间配额用完，那它就必须要排入那个下一次的CPU 分配的时候的使用权。好，接下来就是等候事件发生或等候输出入装置之使用权，程序将进入waiting 状态哦，就是这个就是往下的这一条线哦。这个往下这条线，它只从 running 跑到waiting 的部分呢。等候事件发生，好，它就是我们就先看着等候事件发生。那他就进入到 waiting， 那也许他就是等候什么呢？就是等候一个，譬如说一个中断的发生这样。那接下来下一个就是等候输出入装置的使用权，这就比较
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譬如说他要列印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外部装置，然后 IO 动作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 waiting 状态咯。waiting 状态，在 waiting 状态的程序则必在等候的事件已发生或已取得输入装置的使用权后会进入 ready 状态。我们就看图还好了。waiting 状态呢，就是事件已发生，然后呢，那事件已发生呢，发生完之后，他就跑到那个 ready 喽，然后接下来或者是他已经取得输入装置的使用权。那它也就是回到 ready 的状态。接下来是本文切换。由于程序可能无法再取得 CPU 使用权，便一次将整个程式执行完毕。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必须分多次才能将程式执行完毕。因此，系统必须进行本文切换的动作。那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应该是第二句啦。本文切换呢，是指作业系统储存在目前执行程序状态，逗点比较好，然后并将下一个要执行程序之状态载入系统，然后并开始其执行的动作。这一句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程式可能一次没办法全部执行完，对不对？它有时间性的，比如说要执行多久。那所以呢，那它要就是做切换的时候，它必须要把那个目前的那个状态，比如说，譬如说有些程式。像我不知道用 Android 来形容，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像 Android 不是它有一个暂停的动作吗？比如说你 APP 啊，然后你切换那个程式的时候，你再返回原来的程式，那事实上你的状态还存在。那我们来理解 PC 的程式好了。当 PC 呢，的程式，譬如说，你要切换到副程式好了，就是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就是知道副就是函式写程式 ，C 语言有写函式的经验。好，谢谢，那就是各位同学有这个写函式的经验。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个主程式，然后主程式呢要切换到那个副程式，所以主程式呢要切换之前，它先用那个变数记录着那个一些值，是在它程式执行之前的值，再切换到那个副程式之前的值，然后呢，那切换到副程式之后，里面做了一些运算之后，然后从副程式返回，那你一样可以载入你之前
才没进副程式之前的值，那是不是继续执行？那你有之前的值，那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呢？所以这样子理解本文切换就是比较容易。CPU 排程 ，CPU 排程主要就是指对系统中的程序安排工作的先后次序。若 CPU 安排得当，则 CPU 将会被妥善的使用。系统的整体效能呢 ，performance 将可获得提升。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 CPU 就是有闲置的状态，对不对？就是 CPU 的利用率不会永远到百分之百。所以如果要妥善的使用的话呢，就是要提高它的利用率，然后让它呢能够就是不要停留在闲置的状态，因为闲置状态其实也是会耗电。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系统整体效能呢，就可以获得提升，就是要安排得当，然后妥善使用。若 CPU 排程不当呢，将造成 CPU 未被妥善使用。那这样子的话呢，系统的整体效能就会下降。那就是 CPU 排程不恰当的话呢，那就是 CPU 一直，譬如说 CPU 一直在闲置的状态啊，那它的整体效能呢，就会下降。这是基本上。这是一个基础的理解。那如果我们要再更进一步的理解的话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整体效能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程器的部分好了。这排程器呢，会有介绍到一些效能的，就是效能下降的部分。排程器有长程排程器，排程器的执行频率很低，及工作排程器，作用是将程式由辅助记忆体中载入到主记忆体中等候执行。然后呢，还有短程排程器。短程排程器执行频率很高，及程序排程器，作用是依据某种排程规则，由 ready 状态中挑选出一个程序来执行。好，那接下来就是中程排程器。中程排程器呢，执行频率适中，作用是调节系统的负载。当系统中的程序数目太少时，会由辅助记忆体中将程式载入到主记忆体中。当系统中程序的数目太多，系统的效能会下降。中期排程器会将主记忆体中的程序 swap out 到辅助记忆体中，以避免系统效能下降。那我现在是照着念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理解，就是工作排程器刚刚讲过，然后程序排程器刚刚也讲过，
那它这里呢，执行频率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因为一个从辅助记忆体中啊，它是一个程式嘛，那程式要载入到记忆体中，然后变成程序，然后要设定成 ready 的状态，中间的过程中那一条线就叫做工作排程器。所以它的执行频率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低啦。那接下来就是程序排程器哦。程序排程器就是从 ready 到 running 的部分，中间有一条线，然后它就是写的程序排程器。那自然而然，你从记忆体中要载入这些程序来执行，那你自然而然你的执行频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他这里就有写说啊，这是基于某种规则，由 ready 状态中挑选出一个程序来执行，其实执行就是一个 running 的动作。接下来就是中期排程器哦。当系统中程序数目太少时，会由辅助记忆体中将程式载入到主记忆体中。然后，当系统中程序的数目太多时，系统的效能会下降。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当程序数目太多的话，那你要执行的东西比较多，那自然而然系统的效能就是你要分配资源嘛，要有资源你才能运作嘛。那你资源如果那个每一个人都分配的就是分配到资源的话，那数量越多，那你分配到资源越少，自然而然系统效能就会下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排程序效能的评估准则。排程序效能评估准则，常见的排程序效能评估准则有：回转时间、等候时间、回应时间、CPU 的利用率、生产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些评估准则的介绍哦。排程序效能评估准则介绍：回转时间，程序等候载入记忆体时，开始至程序完成其工作时结束。其实它这个就是指说，程序载入到记忆体中，然后呢，回传结果，就是完成程式，跳离出程式的意思。这样，这个是回转时间。那当然啦，回转时间呢，应该包括ready、running、waiting 状态的时间加总，因为还记得吗？就是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它会有这三种状态的那个变化，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投影片里面有介绍到了。等候时间，程序处于 ready 的及 waiting 状态的时间的加总。这个就是说，除了 running 的部分，就是 ready 跟 waiting 的状态，都要计算，然后最后加起来就会等于等候时间。回应时间呢？
程序开始执行到第一次有回应的时间。程序开始执行呢，就是从 reading 到 running， 然后第一次有回应的时间嘛，那就是它执行完毕，可能就是当它有回应。这里应该不是用程序来讲，就是应该是程序，这个程序执行结束，回应出来的一个时间这样。那 CPU 利用率呢？这里有 CPU 利用率的公式，它其实是一个比值，就是忙碌的时间，除以忙碌的时间加上等候的时间，那这样子就是一个那个 CPU 的利用率。生产量，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的程序数目。那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就是说你定一个那个，譬如说 T 时间好了，然后你能做多少个程序，那就是生产量了。程序排程方法，提高系统整体的效能。当目前拥有 CPU 使用权的程序欲进行输出入工作的终止执行动作时，如何由系统中挑选出下一个执行的程序呢？这是对系统效能影响很大。程序排程的方法呢，是决定下一个执行程序的方法。这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行好了。第一行它就是当目前拥有 CPU 使用权的程序，然后呢，欲进入输出入工作或终止执行动作时，这里说如何由系统中挑选出下一个执行的程序嘛？那我们再看第二行，它就是排程序排程方法，所以它就我们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程序排程方法是跟上面这第一行所讲的，就是决定下一个执行程序的方法。他们这一个排，因此同等于程序排程方法会等于对系统效能影响很大。然后程序排程法可分为基本型排程法，还有综合型排程法。只结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型排程法而得的排程法。基本型排程法，好，那一开始就是先进先做排程法。那就是顾名思义来说，先进来的工作呢，就会先做处理的排程法。最短工作优先排程法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工作时间最短，那它就先优先做处理。可强占工作优先排程法，还有优先等级排程法、巡回型排程法。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先进先做排程法，先进入系统的程序
可以先取得 CPU 使用权，这个意思同等于它可以让，就是 CPU 可以先让它执行，可能造成护航效应。那什么叫做护航效应呢？下面这里有讲，系统中呢处于 ready 状态的程序，长期等待一个处于 running 状态的程序释出 CPU 的使用权。这个部分各位同学能了解吗？哦，好。接下来就是不可强占排程法，那它是属于不可强占的哦。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个。最短工作优先排程法，具有最短的下一个 CPU 时间的程序将取得 CPU 的使用权。好，接下来就是对固定的工作群而言，本排程法的平均等候时间最短。这就如同刚刚所提到了，我们刚刚有看到 CPU 时间嘛，那他说具有最短的下一个 CPU 时间的程序将取得 CPU 使用权，那就是将被执行的意思。那这里呢可能产生的迟疑现象，程序始终无法取得继续执行所需要的资源，导致无法执行，便是迟滞现象。好，那程序呢始终无法取得执行所需要的资源呢，就是它没有被分配到资源嘛。那既然没有资源的话呢，那就没，那就一直停住啦。那停住的话就是所谓的迟滞现象，不可强占排程法，它是属于不可强占的排程法。接下来是可强占最短工作优先排程法，具有最短的 CPU 这个时间呢的程序将取得 CPU 的使用权，这个跟刚刚也是一样的。当有新的程序到达时，则必须比较新到程序的 CPU 时间与目前执行程序所剩余的 CPU 拥有较小的 CPU 时间的程序将取得 CPU 的使用权。这是一个可强占排程法，基本上因为新到的程序，新到的程序呢，它会与那个目前执行程序所剩余的 CPU 这里有拥有较小的 CPU 的程序将取得 CPU 的执行权，就是他说的使用权，其实他会将被执行，可能产生的迟滞现象，那他就是会可能会延迟。优先等级排程法，
优先等级较高的程序可先取得 CPU 的使用权。程序优先等级的设定基本上多是政策性的考量为多，可强占排程法或不可强占排程法皆可能产生迟滞现象。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就先进去看看下去好了。巡回型排程法，每个程序都会被配给一个固定的时间配额，当程序的时间配额用完时，此程序会由 running 状态进入到 ready 状态，程序会将 CPU 的使用权交给在 ready 状态的下一个程序使用。这个适用于分时系统，它是可强占的排程法。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呢？喂，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呢？那我就继续讲了，因为剩下就是三张投影片嘛，然后可能讲完之后就是是不是要准备就是考试呢？哦，好。综合型排程法，综合型排程法有多层序列排程法、多层回馈序列排程法。多层序列排程法，依程序属性将程序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个类别可采用不同的排程法。譬如说，类别 A 可采用先进先做排程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啦，就是先到先处理的执行方法的排程法。然后呢，类别 B 可采用巡回型排程法，那就是适合分时系统的排程法。类别 C 采用优先等级排程法，然后这里这张图它上面有三层序列排程结构，分别有类别 A、 类别 B、 类别 C， 高优先等级、中优先等级、低优先等级。当程序被归类为某个类别的时候，便不可再更换为其他类别，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了高优先等级的类别之后，那你就不能再跳到 B 类别或 C 类别。那不同类别执行的优先等级不同，通常越上层之类别优先等级越高，那也就是 A 类别，它这里标示 A 类别的优先等级就是最高。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下一页了。多层回馈序列排程法，本排程法与多层序列排程法相似，处理原则为依程序属性将程序分为不同的类别，
所有程序依本排程法排程时，只有一个入口及最高层，但可有多个出口。任何一层均可能。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哦。三层回馈柱列排程结构，我们看到 A 类别呢，它的入口是高优先等级，那它的出口呢，就是它的右边这条线，但是它的右边这条线呢有个岔路，它的这个岔路呢指向 B 类别的入口，就是中优先等级，所以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就是多个出口任何一层均有可能的意思。每个类别可采用不同的排程法，那这是刚刚的方法，也是可以采每个类别采用不同排程法。那这里接着是，虽然程序被归类为某个类别，当允许程序在不同的类别中移动，因此比较具弹性。不同类别执行的优先等级不同，通常越上层之类别优先等级越高。讲到这里，各位同学能够理解吗？好，那就但是我就交给助教喽。